来到彰化一定要讲霸丸呢、啊。但其实呢，这家霸丸一定是超级爆炸好吃，燕子姐才会推荐我。因为霸丸很多间吧，一直以来我只要回来，我就会来这边吃这一家。对，其实他以前呢、啊、就只有小小一个店面，你看看现在已经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三家店，旁边也是他的，永远人都很多，都排队啊。是啊。他这边就是卖一个霸丸，然后五种汤嘛，各种汤对。我哎，它有龙骨龙骨髓哦，我都会叫这个。龙骨髓是什么？就是有点像脑。听起来对。哎，你先点，你先点。我要一个肉圆，一个龙骨髓。一个肉圆，那个龙骨。是。我要一个肉圆，一个贡丸汤。再一个肉圆，那个贡丸，贡丸。笋干。好。没吃过嘛？笋干，笋干排骨啊！笋干排骨，老板来一个笋干排骨，然后一个霸丸。来来来，谢谢。它这个好像是辣椒，对不对？辣椒跟那个香菜，就是看有些人敢吃，有些人不敢吃，所以让你自己加。好哦，肉圆是有分炸的跟蒸。对，好像是不同地方吧。这个应该是炸，算炸的，炸的。在外面，腰食完，你看它的香菇，哇，这是它的肉，肉一戳就一整块，一整块的。那肉也是一整块，超大的。还有皮，好 Q， 好炫，又大块。最主要很多人都反映就是它的皮是很好吃的，它皮超 Q。嗯，即便你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不方便，他就外带。然后回家做还是这么 Q， 嗯，有点像麻吉的那种口感，但是我觉得又在更 Q 一点，嗯，对。我第一次吃到彰化的霸王，我没有来过彰化，我其实蛮期待。你没有来过彰化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吃彰化的霸王，真的。彰化霸王真的很有名，对呀、啊。你刚很奇怪说为什么要点这个？你看，哦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它上面那一层呢？是像蒸蛋一样的蛋，对，然后其实你翻开龙骨髓，这是骨髓啊。哦，那我说看起来有点像脑，有点恐怖，但其实吃起来是入口即化的，真的很好喝哎。哦，真的。刚刚那个拌就有闻到那个中药材的味道，枸杞的味道，还有加枸杞，我可以尝一口吗？可以啊。你不要先害怕，哎。其实也还好啊，是不是？它的口感就很像蒸蛋啊，还有和着蒸蛋一起吃。其实一起吃你会吃不出来哪个是什么，所以你分开啊。像我刚刚就是，你就只挑一个，对。哇，他给你好多，对，他给我超多的。原来吃起来就是蒸蛋的口感，对对对，然后味道就是中药的味道。这个霸丸，他这个霸丸我好喜欢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没有那么爱吃霸丸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很多的皮太厚，酱太稠，又太甜。就是或是太油就很不行这样，可是他们家的真的不油，虽然它是用炸的，对，皮又很 Q， 嗯，它的肉又很回甘，又加上笋子，我觉得它整体就是100分，它都是铜板价，对啊，它霸丸50块，我家贡丸汤我这样才70块，对啊，就不到100啊，就算是加这个也才95啊，嗯，你看完全不像甜点店呢。你完全看不出来，你看它的摆设啦、装潢啊。但你看这边真的就是有它的菜单什么的啊，就它也有卖 bagel 啦，这是甜点啦。它卖很多，有蛋糕。其实你们是已经现在想吃了是吗？没有，想说等一下可以来点一下。我们先逛一下，我们先逛一下。这里是眼镜店，因为是爸爸的眼镜店，算是比较复古的那种。这里是媒婆，那是媒婆。他们介绍了1062对结婚，1000多对不简单呢。1982年就开始了。哎呀，这边好多人。这一位，他来找媒婆干嘛？怎么到处都有他？哦，对啦，因为很多年前家父曾经主持过《我爱红娘》。哦，原来民国98年。好，决定要来找这个媒婆聊聊。有没有看到？甜点出来了。哎，真的耶，好漂亮哦。这应该是柠檬的，柠檬塔，抹茶，对，抹茶的，好味。那你甜点大师，你要不要先试一口看看？看甜点，你觉得大师？还称不上大师啊，不过我吃吃看它的柠檬塔。我也是随便说说。哎，不过你的选择是对，先吃柠檬塔。我刚刚他拿出来的时候啊，其实我就拿在手上拍照，然后我就闻到那个柠檬的味道，很香，对不对？
那这应该是刚才从冰箱拿出来，就是它上面都还是冰，然后它的外皮还是脆的。柠檬塔不是就是一定要冰冰箱吗？没有，就是说有些人会拿出来，然后放一段时间的话，它的整个口感会变。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冰冻起来的话，其实他说是有点吃起来像冰淇淋的感觉。嗯，它的外皮还是脆，很清爽啊。嗯，啊，这个柠檬好好吃哦。嗯，你还吃得到那个柠檬皮，它那种香味都还在里面。对我来讲不算是酸啊，对我来讲算蛮刚好。它已经蛮温和，而且它吃起来蛮爽口的。嗯，蛮爽的。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抹茶，哎，抹茶香味很足够。哦。它很抹茶，很抹茶，是老抹茶人会爱的。你知道，因为对抹茶人要求的人是超级要求那个抹茶的茶味，它茶味很重，很重。因为听说它是那个完全原料由日本用日本的那一种抹茶粉，完全一秒到京都哎。它其实是带有一点苦苦的，但那个苦涩感不会让你讨厌。就是抹茶应该要有味道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你如果是那种。想要吃个下午茶甜点，但又不爱吃甜的，你可以试。就是像我这种的，嗯，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适合。那茶味很重，很舒服。就是反正不是蚂蚁人的话，基本上都很适合。对，这两个都不是甜的，就是一个是带有一点酸感，然后这个是带有一点茶味，很浓郁的茶香味。这茶香很浓很浓哎。很浓。嗯，老板娘，娘，梅果本人，所以做甜点的是这一位小孩。是你，对，那也是厉害哈。谢谢。我们两个呢，哇，一个是单身，一个是就是离过婚这样。对啊，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要怎么样帮？这怎么观察这个人适合什么样的伴？哦，当然是要看个人条件啊，跟你想要找。那你开的条件是什么？到这个阶段一定是男的就好。龙后，龙后还是有条件的吧？啊，最好就是就手眼协调哈。那手眼协调，聪明的老师哎。啊，最好父母都很远。开过那种很奇怪的条件吗？开过很哦，好像是什么样的条件都问你，觉得有比他刚刚的还要奇怪吗？对，希望父母前往。前往？我刚才不好意思讲。这太狠了吧？那男孩子有开过比较离谱的条件吗？就34:1啊，23:30这种。男生应该都开这种条件吧？哎，没有，白富美。白富美哦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白富美。你喜欢白富美？他男生他也是要求要白富美啊。你还要富？不嫌多吗？你真的不想努力了是吗？嗯，好啦，反正你这一，我看你到现在目前是1062对，是还有持续在增加当中。有啊有啊，就是礼拜六日，安排一对一。那你是怎么安排？就是联谊这样？我们就是看，本身的他本身的条件好，那我们会帮他做过滤筛选。再找符合他的条件哦，所以你就会一对一，然后找来请他们在这边，然后吃甜点，然后聊天啊，就一条龙服务嘛，因为要约来这里见面，所以就顺便结合起来。结婚后，哎，把酒保把酒姑，你在旁边就可以测视力，看这个人到底看得准不准确。对对对，他刚还说到，他说如果谈成了，以后那个喜饼就直接这边直接买一条龙服务嘛。看袂清，看袂明，来退吧。黑啦。然后再来就是皮肤不够好，就来做啊。对，还有 SPA。对，还有 SPA。对对对。帮他做美美的，再帮他找个合适对象，喜欢的对象。对。结婚了，那还可以搭配喜饼，喜饼哦。这家族很会做生意。这家族超会做生意，串的非常完美，厉害厉害。没有啦，这个是我们闲聊啦。很好很好啊。那儿子是在哪里？学甜点啊？我本身以前那时候国中毕业之后，就开始去当学徒，然后就慢慢去接触到这一块。在台湾吗？对。那这个很好吃哎，嗯，抹茶。那抹茶的话是用那个日本有300多年历史的那个弯臼小南园，里面提供叫做酪土这个等级的成分。我想要呈现的那个风味是属于比较浓郁，而且不甜腻那种大人味甜点。是，难怪好的抹茶一吃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好的抹茶那品质一吃就知道了。对，这边还有卖面包啊，还有杯糕。有啊，这里啊，来任君挑选，你要吃什么？
它是算起司类的，它是熟成时间比较长，它是原名叫做帕马森。哦，我喜欢。当初的话，甜点是我姐姐她研发的，然后我是负责 bagel 的部分。就原本你是姐弟两个一起弄这个甜点店，然后后来姐姐嫁人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就这样啊，而且姐姐嫁了，是不是父母都在？该不会是媒婆配？你好建议哦，好建议哦。是啊，因为合理推算呐、啊，就是觉得因为父母都在，所以他才会回到这夫家娘家的事情就自然暂停。因为通常这就是以很可爱的公公婆婆会要求的事啊，对不对？合理的要求，合理怀疑。其实他们很多人喜欢他们的乳酪系列的 bagel， 它还有另外的很多哎，它光 bagel 就有15种乳酪。好多种，对啊，而且都是同版家。这里是听说是你的秘密基地吗？我一直很想来的一个地方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大自然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跟夜景，而且。还可以边泡脚边喝饮料，然后很浪漫。可是我们俩刚才从媒婆那里回来，消息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自己找乐子。好，我们对自己好一点。好，不要哭，要哭的是我。所以最近看，哇，你看我们要出去看夕阳了。对，听起来是蛮放松的心情。哇，好美耶！你看这边就是可以。你就可以泡脚，然后对着夕阳这边一大片。你这一片真的很美哎。嗯。而且我们现在这时间来，刚刚好可以看到夕阳。夕阳。刚刚好的时间。对啊。这以后只有你可以带，你是全村的希望。全村的希望。真的。我们也还有机会啊，可是不要放弃。哎，可是他刚刚跟媒人婆讲，他喜欢白富美。白富美啊。嗯。他会不会就遇到一位白小姐叫富美？这也太美了啦！虽然可以泡脚、喝饮料，可是听起来好像很奢华，可是还是很亲民，很亲民吗？泡脚才100块，真的？这100块？对。然后你喝饮料还可以折折抵那个消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刚刚门口看到好像是中药泡脚，是哦，中药包，已经够便宜了，还可以折草本吧？对。你看看，刚刚好这个整颗彩虹在我们的面前。好漂亮，这个夕阳太美了。舒服。然后我们现在饮料也点好了，然后也准备要泡脚。老板，你们的药包是不是很多种？对，有3种。我们这个药包就是叫中药师特调的，这是女生爱美。女生爱美，为什么它含有什么？我只听过含色爱美，为什么可以美？因为消水肿。我们肿啊，我们肿啊，怎么了？会更美哦。好会讲话，老板。好会讲话，这个消水肿的。对。那个男生那个是元气的，补元气的，是不是太虚了？你被看出虚了，再补一下。对，这个是泡起来就元气十足。所以男生女生泡的都不一样。都可以，对，不一样。那会不会有男生觉得自己水肿也可以泡这个？也是可以，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它是可以综合吗？哎，综合。你到底有多贪心？没有办法。只问一下。OK， 所以你点的是什么饮料？点的是蜂蜜绿茶。一直姐点的是什么？水果茶。水果茶。我点的是多多绿茶。那我们要泡了，因为它这个水温其实是可以，是通常是自己放的。对，自己调微调可以。哇！怎样？好烫！吓我一跳。慢慢下去没关系。而且今天它水很多。哎呀，舒服舒服舒服，放得蛮快，舒服，真的舒服哎！哇，好享受哦。对啊，这个天气真的很刚好，很舒服。很舒服。然后又可以喝点冰的。这边冬天应该是蛮受欢迎的。应该是客满哦，泡脚。那它这个是有限时的，对，1个小时100块。就我是说，那我可以。你会赶我们走吗？对，我泡完1个小时，可以再加100块。就一直加，再加，续加可以。泡1个小时也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那大家是都来泡完了之后，然后去吃东西？没有，那你可以边泡边吃。而且你真的是得天独厚的地形哎，可以看得到这个夕阳。对，刚好在这里，好漂亮的地方。夕阳下去的时候更漂亮，然后晚上就变全部都是夜景。看那个远处的灯火。叶子姐，你跟很多大咖合作过？对，之前。
拍电影的时候，有跟成龙大哥，然后还有左宗华大哥，他们也都有合作过嘛。对，刚好那时候港片很多，对，正热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香港那边的艺人、男演员有过来一起跟台湾这边一起拍，比如梁朝伟、梁家辉，刘德华也有来，哇，然后之后又有我们的金城武先生，好羡慕哦，然后林志颖啊。吴奇隆啊，他们那时候刚好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拍电影，那你根本男神你都合作过啊，包括家父也算是，我是说男神。你有没有对谁的印象最深刻？例如说他现场的魅力啊，或者你会现场看他都会害羞的那种帅度？我觉得是梁家辉，啊，我以为是梁朝伟。梁朝伟是真的帅，但是因为他本人是比较沉默寡言的，然后我也不会特意的要去交谈或是聊天那样。那我说梁家辉是因为在那个他的专业程度上让我很佩服的。我记得我跟他合作的第一个镜头，对，其实我们两个之前都没见过面，是，但是他来拍戏的第一个镜头是我去探他班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他被关了，所以我就要很难过，我要含泪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因为不认识，那时候我还很年轻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社会经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可以有感觉可以哭。对。但是他就是抓着我的手，然后他也没有讲话，他也没有所谓的用话来帮助我，他只是抓着我的手，然后跟我讲说你看着我。然后我就看着他眼睛，他什么也没说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男的真的好爱我啊，然后我就真的眼眶含泪，就掉下眼泪，真的，就是好厉害，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？那时候你几岁啊？大概20左右。哦，哇，那你年轻的那时候，就但我以为他说你不看着我。再给我 NG 试试，也太凶了，不可能，那我就会破灭。那你第一个合作的男神是谁？第一个任达华，帅的好大咖哦。对，现在讲的都好大咖。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菜啊，我那时候对他很不好意思啊。那你那时候知道自己就是很菜的情况下，知道合作是任达华，你不紧张死的？我那时候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就不断的 NG 重来啊，完完全全就是充满愧疚啊，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。那他会凶吗？还是会不耐？他不会，他超好的。真的哦？对，他们人都好好。应该是因为你够漂亮吧？哪有，那时候就小朋友而已。如果有机会给你选的话，以上你会想跟谁合作？可是太难选了，刚这么多。你想要梁家辉握着你的手吗？对啊，想啊。我觉得刚讲的每一个，如果都有，如果是要你演他们的女朋友的话，刘德华，还是他哈，真的耶，实在还是太帅了，就是男女通吃哎，很有魅力，真的很有魅力。今天真的跟叶子姐，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一集来宾是叶子姐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怕你是会很安静。安静，我其实还好。对，然后到后来私底下发现，你其实是很小女孩耶，就是还是很有纯真可爱的一面。然后吃甜点的时候，或是你碰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是有一个哦，我是会蛮直接反应出来的那种人。对啊，所以有颠覆我的想象。对啊，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你带我们来彰化走走吃吃泡泡。